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maybe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s back. 给大家看一下早上七点多的阳光，也太好看了吧。哦，现在快八点了，8:04了。我们今天准备再来一个 road trip， 所以说起得特别特别的早，准备先做个早饭，然后就开始化妆啦。拉近一点，我刚起床，有可能有点肿，然后脸有点过敏，然后我现在还没化妆，就这儿我擦了点 B5， 应该是最近晒的太多了，有点过敏。然后今天呢，准备吃一个，相机怎么这么白啊？是不是特别白啊？光线的问题。我今天准备吃一个麻六记的绵羊米粉，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减肥期间其实是应该不能吃的嘛，但现在时间特别早。现在是8:13，如果我们 road trip， 我一般都会点麦当劳或者 Tim Horton 吃，那还不如吃这个，所以说我就是吃这个。这个很早就买了，但是减肥一直不敢吃，留到现在才吃。我看一下这有多少卡路里，我记得我当时看的，哦，这个是200大卡，就还好，200多卡路里就还好，所以说早上吃一个还好，我估计也不会全部吃完，如果它特别好吃的话，我就把它全部吃完，它也得泡一泡。然后呢，我还搞了一个这个乌龙茶，这个三得利的乌龙茶。这个乌龙茶里面放了脱脂牛奶，然后放了生可可粉，这样的话就是刷脂会比较快一点。但这个不要常喝，常喝它虽然是一个减脂，然后帮你排便的一个东西，但如果你常喝的话，我看有人说他们便秘，所以说我不太敢常喝。我家里正好有一瓶，我就说赶紧把它喝完嘛。喝完的话，我应该就是喝点普通的茶。就是不喝这个了吧，我觉得这个有点科技与狠活，所以说我就不太想喝这个了。现在国内不是特别流行喝这个减肥吗？但我还是觉得有点科狠，我就不喝了。然后现在等鸡蛋呢，做了一个鸡蛋，等着鸡蛋就可以开吃了。然后我们今天去的呢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前几天跟我老公商量，然后老公说好，那我们就去吧，就想去一个沙滩晒太阳，就是我去年去的一个 Sandband Beach， 那个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沙滩，我就去年去那儿还没玩够，就是说今年再去一下。蛋也好了，估计是一颗流心蛋，煮的时间比较少。其实这种普通的鸡蛋，如果你做流心蛋的话，其实是就杀菌没有杀干净嘛，就感觉不是很好。好的，我现在准备吃了，给大家往下面来一点，跟大家一起吃吧。下面来一点，好呢，该摆正了。我现在真的很饿，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哇，它这个粉里面是真的有肉的，我尝一口啊，没吃过。然后有海带，还有酸菜，还有两坨大牛肉，尝一下。嗯，好辣呀！我觉得味道还可以，没有他们家那个酸辣粉好吃。他那酸辣粉里面是有那个我很喜欢那个黄豆的，我觉得很好吃。这个我觉得一般。想试他们家东西就没吃过，想试的话还是买酸辣粉吧。然后还说我对什么粉拉面，因为我武汉人嘛，粉拉面就是吃过太多好吃的粉拉面，所以说就对这些要求比较高。嗯，还可以还可以。200多卡，非油炸，他们家的这个酸辣粉就只有400大，比别的稍微要瘦一点。看别人说宵夜来一碗这个可以，我现在连晚饭都不吃了，还吃啥宵夜呀？我昨天59.1，以为今天会下午18呢，今天他妈的又反弹了。
气死我了。好好吃，我越吃越好吃的感觉，就习惯了那个麻和辣的味，就觉得还挺好吃的。我补充说一下，我现在不是一直在吃吗？我觉得比别的牌子的速食要好吃多了，有可能是我对麻六记的这个就是期望太高了，所以说我就以为第一口会特别特别好吃，因为张兰他们老在直播间那说嘛，然后各种营销号，我就觉得哇肯定很好吃，然后我吃了一下第一口觉得哦一般，但是你越吃越觉得麻麻辣辣的挺爽的，肯定比别的那种泡面要好吃，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这个绵阳米粉，对，这个我觉得比多伦多外面的店里面的做的也要有味一些，多伦多这边的粉我还没有找到一家特别好吃的。好了，继续干饭。我已经吃完了，我现在要再吃一碗。哎呀开玩笑的，这个是给我老公做的，因为他吃不了麻六鸡，他觉得太辣了，所以我给他下了一个小馄饨，然后等他起床的时间呢顺便凉一凉。我现在准备去化妆了，来一个 OOTD 给大家，我已经收拾好了，穿的是 BM 的小 top， 一个 Zara 牛仔裤，这样很简单，然后背了一个 BM 的小布包，对，瘦下来以后的感觉特别好，穿什么都好看，所以说不吃和瘦，我愿意选择不吃。耶、yeah, ，我们准备出门了，拜拜，等一下见。小货。我们现在来买咖啡，刚好赶上他们卸货。你需要加油吗？在这儿，是不是走错了？哦，在那儿。嗯。他就走了，我操！我老公戴着我的帽子，可搞笑了，像个傻子。今天我要喝 ice cappuccino。Hello， 大家，趁现在这个妆容还没脱落的时候，给大家录一个 MOTD， 戴了一个这个防晒手套。我首先特别喜欢 BM 这个项链，我给我好朋友上次也买了一个，我觉得这个好少女，好可爱呀。然后今天的 MOTD 是 Tom Ford 的20号眼影，我的 Ride or Die。然后今天的唇膏涂的是 MAC 的不沾杯，这个超好用。然后色号我忘了，我找一找。色号是，我最近脸有点过敏，但是我昨天擦了一下芦荟胶，然后又擦了一下那个李富全的 B5， 好像要好一些，就是最近晒的有点太厉害了。找一下我带了那个唇膏没，带了，之前有推荐过的72号色，对，超好看，美美的又不荧光。我头发这怎么了？好了，我们准备去那边，开过去差不多2个小时，等下见。他非要戴着我这个帽子都不愿意取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Straw? Yes, please. Yes, straw. Thank you. 咖啡来了，咖啡来了，等了好久啊，今天这个咖啡。赶紧尝一尝冰咖啡，本来我要的是 ice cappuccino， 我老公给我整成了 ice coffee。哎，喝惯了没糖的，喝这种有糖的有点受不了，好甜啊。哎呀，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瘦了点？我觉得我瘦了好多呀，我的脸都小了，之前那个双下巴好严重啊，怎么打针都没用，这个下巴都还在，所以说真的是得要减肥，感谢我的闺蜜鼓励我让我瘦下去，开心开心开心。Hello, 大家，我们现在还在路上，差不多还有50分钟到，然后我们先准备去一下薰衣草庄园，然后再去一下我们去年买酒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酒庄，那个酒庄的风景还挺好的，然后有一只很大很大的狗狗，我还蛮喜欢狗的，就动物啊猫啊狗啊我都挺喜欢，但是跟一些不熟的狗我会刚开始会有点害怕，但如果慢慢熟起来就还好。老公开车累不累啊？不累。老公今天没做头发，他就少出镜了。他就少出镜。我们又来大苹果乐园了。我老公要去看看他的亲戚们。
哎呦，笑死我了。然后我顺便想在这儿看一看那个什么蜂王浆，我想买一个，我这是发神经，我想看一看。然后我们刚刚在这个 Big Apple 上了一个厕所，然后买了点东西，因为我们上一次路过的时候就是打卡了后面那个大苹果呀什么，我也都有录像，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回购了点东西，因为我们上次在这儿买了一个 Apple Cider 特别好喝，然后我老公又买了六瓶，然后发现了他们家新出的一个这个酒还挺好看的，我们就又买了一瓶，你能帮我一下吗？谢谢你啊。就这个酒我觉得我们摆在家里或者喝都可以，这个也是 cider， 它是这种瓶子装的，然后是玫红色的，我特别喜欢玫红色，就买了一个。我们快到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那个薰衣草公园先。我最喜欢这个位置了，因为我去年夏天来的体验感特别好，就晒晒太阳，然后在沙滩上发发呆，感觉很舒服，所以今年又来，正好离多伦多也很近，开车就两个小时，对吧，老公？差不多两个小时。嗯。然后这里有酒庄啊，吃饭的位置呀。我们今天订了一个那个餐厅，然后它是可以吃那种碳烤牛排的，我们想试一下。但是我现在减肥嘛，我也不会吃特别多。然后我们还想去打卡一个家庭式的冰淇淋，就是他们是 homemade 的。想尝试一下，但是我也不会吃特别多，看我现在多严格，我现在觉得我整个人非常轻盈，这种感觉我特别特别喜欢，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轻盈的感觉了。我里外里昨天算了一下，跟我闺蜜，我一共瘦了15.8斤了，还差5斤，最好是说再瘦10斤，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自由一点了。反正我现在真的很严格对于我的身材，其实这样挺好的，之前真的很放纵。还要开半个小时对不？25分钟。好的，那我们25分钟之后见，拜拜。我要被自己笑哭了，我刚刚一路上来狂打喷嚏狂流鼻涕，就冷空气过敏嘛，特别冷，然后就特别特别冷，我就要老公把空调关了，然后老公现在给我吹热风，然后把天窗也打开了，就是让我吹热风。然后最后老公 figure out 了，是我带的那个冰袖，我刚刚不是带一冰袖嘛，然后就特别特别冷嘛，他说让我赶紧把冰袖给脱了，应该就会凉快一点，然后他狂笑我。我现在把冰袖脱了，蛮好的，是吧，老公？然后马上就得让我开空调。没有没有，刚刚就是觉得好冷好冷，搞半天就是冰袖的问题。现在把它取下来以后，我好多了，真的好多了，老公。刚刚太搞笑了，你看，我一开相机他就不说话了。本来刚刚他很搞笑的，老公。我等着你这喊开空调呢。现在不开，我刚刚好冷好冷，现在觉得我这个身体跟个老太太一样，90岁的老太太。不是，没有你开着这个空调，然后把这个上面天窗关了，然后你带一冰箱跟空调屋里待着，一平米的房间。绝了，我刚刚冷死了，我这一路上，然后我还带一个这个，我还披了一个这个我的这个厚衣服，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冷，搞半天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想防晒，冷死我了，这个鼻涕哗哗流，现在好多了吗？好像你整的跟那直播带货冰那个冰袖似的。还有8分钟到，效果真管用。8分钟，这就是那个湖了。嗯，哦，这有内陆的一个湖。我们现在快到那个薰衣草公园了。薰衣草庄园。OK。哇，旁边是湖吗？不是，这怎么能是湖呢？不是湖不都全淹了吗？这是马场吗？那不是几个马吗？今天两个平台都要录视频，我可忙活了。第一站打卡薰衣草庄园，老干部非要玩这个，戴着我的帽子，我的天哪！我给你拍一张啊，等我。
看到了一个跟我们家一样的小蘑菇蛋 ，so cute。我们现在进来了，然后等一下逛一下那个，嗯 ，camera allowed 啊？哦，大板凳，紫色大板凳，我要坐上去拍一张。嗯，这个是一个免费的庄园。哇，薰衣草现在还可以，他说最好的季节。这个、去年咱本来想来了，是吧？你记着这个大紫凳子吗？嗯，我要拍一张。我现在后面全是薰衣草。现在有点过季了，它有一点点干枯，但是呢还是呈现的是紫紫的颜色。哇，免费的哦，这个等一下去那个纪念品商店去买点东西，都是薰衣草主题的啊。我把我的相机盖子给丢了。老公 hello hello 对，刚刚逛完那个薰衣草庄园了，然后买了一点纪念品，买了一个这个干花薰衣草的，它那个味道还挺香的，准备等一下带到那个沙滩那儿拍照，可以当个道具用。然后呢还买了一个香皂，也是薰衣草口味味道的这个香皂，这个它是很漂亮的，这个香皂它上面是画的薰衣草，然后这个可以放在衣橱里面，就是防虫啊，然后香香的。然后还有一个放在衣柜里的，这个特别香，这个也是薰衣草的，像那种薰衣草精油，这个味道超级好，特别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个油，这个油我还挺喜欢的，这个是薰衣草 massage oil， 这个我到时候自己刮痧呀或者自己按摩腿的时候可以用一点，然后这个油也不贵，这个油12.5块，然后有50毫升，还不错，就是这些。Hello， 大家，他要照相，我要录像。Hello， 我们现在到我们去年买酒的那个酒庄了，因为我你有病吧？你抓拍，你有毛病吧？真的是愁死了，你每次给我拍的都。好，说到哪儿了？说到哪儿了？进行。说到我们来到去年我们来的那个酒庄了，然后他要给我照相。哦，不是，是你要给我照相。哦，去年那个酒庄，然后他们家的酒特别好喝，所以说我准备二度打卡。我是个不是特别喜欢喝酒的人，但我觉得他们家的酒是那种甜甜的气泡酒。他们家的酒在安省 LCBO 也有卖。哦，是吗？是我觉得挺好喝的。所以说想喝必须到这儿买。嗯，咋了你？过了一锤子。嗯，后面全是酿酒大桶。这次准备给我美国的姐姐也买一个，到时候存着。到时候给他去美国找他玩的时候给他，因为我觉得这个酒还挺好喝的。哒哒哒，后面超好看，超好看，随时有可能都会有那个大狗狗出没。酒买了，还是跟去年一样的盒子，我觉得他们家的盒子超好看，买了两瓶，一瓶给我姐，一瓶自己给。现在去打卡下一站那个冰淇淋店。
看到一个巨贵的游泳圈。哎呀，我的相机有点松了，这个 setting。可以弄进来。没事。70块钱的游泳圈。在买冰淇淋的路上，发现了一家超级可爱的店铺，太可爱了。我准备买一个小包。它这个杯子也特别可爱，准备买这个。又逛到了一家可爱的店，也太可爱了吧！看这个狗狗 ，so cute！Oh my god！ 小兔兔，这是那个吗 ？Jolly cat？ 不是。So cute！ 喜欢这个，他说叫什么？卡祖迪。卡祖迪。然后我喜欢这个狗狗，这个狗狗一定要带它回家，太可爱了吧！这个狗狗。然后我带一个东西，他带一个东西，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是买买买，太可爱了，我的这个狗狗，你觉得狗狗可爱吗？嗯，太可爱了。排队买到了这个冰淇淋，我吃的是 banana 加 chocolate， 我老公吃的是草莓，挺好吃的，我好久没吃冰淇淋了。嗯，超多人排队。我觉得巧克力的比 vanilla 的更好。刚刚把我的泳衣换上了，然后这个是之前一个厂商寄给我的一个罩衫，我终于穿上了。我买的是那个维密那个 whole pink， 超好看这个泳衣。好啦，准备去沙滩晒太阳了。快到我很喜欢的那个沙滩了，它叫 Sand Bend Beach， 我超级喜欢。这个是需要提前买好门票的，门票多少钱？没注意，10几块钱。嗯，是不是穿过这个林子就到了？对。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型的房车什么休息的地方。嗯，这里就是网不好，一下有网一下没网的，信号不太好。真好看呢。我们家老干部要下去游泳了，我在这坐一会儿，我在这晒晒太阳。老干部走了。啊，我太喜欢这儿了 ，web 太好了，我太喜欢这儿了。我现在录的是什么，我自己看的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太阳太大。在这里晒晒太阳真的超级舒服。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买一把这个太阳伞，我已经找不到我老公了，不知道他在哪里，大家有找到吗？我都不知道谁是谁了。Maybe 那个是我老公，是不是？油不见了。
我老公总算回来了，我以为他都没了呢，到处看都没看到他，吓死人了。Hello, hello.刚刚一直在收拾，我们已经晒完太阳了，老干部也游完泳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下一站吃饭，定的是一个4:30，因为现在减肥嘛，所以说我尽量都是早点吃，如果要吃饭的话。然后4:30钟，现在是3:43，我们准备现在就去那个餐厅，然后晚上再来这儿看一看夕阳，我们就准备回多伦多了。我这头发是怎么回事？老干部现在换衣服去了，然后我自己在车上收拾收拾东西。到达吃饭的位置啦，我前几天订的这一家他们家的炭烤牛扒说巨好吃，我们现在准备去打卡，现在时间4:31，今天就破例一回吃个饭吧。这家 patio 每一个桌子上都有花花，太可爱了。把那花放了，我喜欢这个花。哎呀，这饭呢，我们点了一个炭烤牛排，一个 sashimi， 然后还有一个沙拉。其实我之前都是很爱吃薯条的，但是我现在硬是把这些油炸的东西都给戒掉了，就是选择性的吃食物，我觉得特别好。然后这个我们做的是 patio， 就是现在4:30嘛，很早，然后就只有我们一桌在外面，里面有很多人在喝酒，然后外面就我们这一桌，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很放松的录 vlog 啦，耶！我老公又去要 WiFi 去了，他是一个离不开 WiFi 的人。好了，我们等等吃饭的时候再见吧。我们的sashimi来啦，现在尝一下，我的妆有可能有点花了，大家谅解我。我帮你加一个，我不要吃这个炸的东西，我就吃点这个就好，尝尝这个辣的。嗯，好吃，好吃，尝那个辣的，有日本那味儿吗？相当辣的，辣呀！嗯，我老公已经空盘了，他现在特别特别的能吃，我就尝了两片三文鱼，那个是三文鱼，鲑鱼，不是，金枪鱼。金枪鱼我就没吃了。开饭了，开饭啦！这个炭烤的这个牛扒上了，特别好吃，跟大家一起吃一下，你们先吃，超好吃。嗯，然后它这个蔬菜都是从他们当地的一些 farm 的，嗯，挺新鲜的。今天要长胖了，嗯，吃一次无所谓，嗯，好吃极了，太好吃了，姐妹们，这个沙拉也特别好吃，特别新鲜，是他们自己种的，不是他们自己种的，他们从当地农场买的，哦，当地农场买的。没有，我看网友也说是种的。老干部在啃这个大排骨。
老干部说他自己笑得像花一样，因为太好吃了。我们快吃完了，我又点了个薯条，哈哈哈哈！本来说不吃的，开胃了。这个地方就连这个薯条的这个酱我都觉得很好吃，一股蒜味儿，对吧，老公？那个酱，嗯，好酸酱，香啊，蒜酱我觉得。酸甜酱吧，倒不酸甜，有点蒜味儿啊。今天不减肥，回家酵素吃起来啊，好好吃啊。给你们尝一尝啊，这个是我吃过的， I'm sorry。 来个新的，相机吃一吃，太好吃啦，要蘸个酱，绝了。牛排已经快吃完了，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云，特别的好。现在差不多是6:53，快7点了，然后我们准备回多伦多啦。今天又是超级开心晒太阳的一天，然后现在准备回去了，然后这个 vlog 就准备在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还喜欢看今天的 vlog， 然后争取先把这个 vlog 剪出来，然后下一个剪我上次出去旅游的 vlog 给大家。好啦，拜拜啦。